大家好，我是葛洛丽，然后很高兴继三四月的春天小屋之后，又再度入围了十月、十一月的秋季小屋。然后这次我会带我的夏至发行的新作品《台中日和》来与大家见面，然后到不同的个性小店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王顺，很开心这次能参加风和日丽唱片行 DMU 举办的秋季小屋畅游计划，然后我即将在十一月份的时候会有十个场次，然后我很期待也很喜欢这次活动，它比较像是贴近你生活场所，会在你生活周遭你可能会去的咖啡厅，可能会去的书店里面去举办，让我们的音乐去更贴近大家的生活。外的地方，对，希望跟大家相见，对。